昨天讲了一下九种禅定，外道的，还是今天讲一下知识。其实知识对打坐也是很重要的，你要快速入定，禅修的知识很重要，就是那个七支做法或者是五支做法。平头遮那的坐姿是帮助行者开展禅定状态，即使心稳定和清明的身体的坐姿。心是否变得稳定，取决于所谓的气，或者是精微，或者叫风。气有粗劣之气，我们所呼出或吸入的空气，还有一种精微微妙之气，牵涉到身体的活动和念头的活动，身心是相关联。当各种精微之气在身体里稳定下来了以后，心也会变得稳定。行者既有体内的气脉，脉就是管道，气的脉呢，就是气在气脉里面流动，我们气脉都听说过，精微之气流动于其中的精微的管道。行者既有体内的气脉，体内的修舍使这些气稳定下来，如果气脉是正直而稳定的，气就会变得也会稳定。要使气脉正直而稳定，行者在禅修的时候必须维持适当的姿势，使身体稳定和坚韧的是土气，精微的土气，保持身体温暖的是火气，防止身体干涸的是水气，将温暖传送到全身各处并致身体活动的是风气。每个人都具有这四种元素的精微之气，所以说这里的地水火风呢，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地水火风，它是一种气，就是我们汉地里讲五行也是这样的，这五行也是五种气，它也是五种气，相生相克。每个人都具有这四种元素的精微之气。此外，上有第五种精微之气，即下行清除气，能转化胃中的食物，分离食物和废物，将废物由肛门排出。毗卢遮那七支坐共有七个要点。第一个要点是保持脊椎挺直，保持中脉的挺直，生命力之气就是持命气在中脉中流动，使身体稳定而坚韧，它又称为土气，因为它给予身体的稳定性和持久性。如果身体在禅修时往前倾或往左右前后，中脉将会随着倾斜流动于其中的生命之气将会不顺畅。因此呢，若行者保持脊椎挺直呢，土气将会流动得很顺畅而产生稳定性和持久性。打坐的时候不能弓着腰，这是我们最容易出的毛病。古人呢，坐的时候是坐得很直的，现在人坐的都在下面一样，古人是很讲究的，这都是一种养生之道。不像现在呢，窝的那个沙发上像一个虾米一样，这都是伤身体的。为什么现在人腰间盘突出特别多，就是这个原因。这个都是要注意的，我们修行的人，你们受了戒你们就知道，吃饭的时候都要坐得笔直的啊，吃饭睡觉走路都有固定的姿势的，打坐就是要坐直，听课更是要坐得端端直直的，这个都是修行。这样的话你听法就会如法，否则的话你往那一窝，你要不了多久就妄想纷飞，要不就是瞌睡，这个真的是要有的，不能够小看这个东西。为什么要有戒律啊？三千威仪八万细行，其实这个都是教你修行，只不过佛陀把这个秘仪放在里面，没有跟你讲那么清楚。你们上课经常听不到法，打妄想去了，这都是因为你跟坐姿都有关系。这个水气第一个就是保持，记住一定要挺直的，中脉要直，中脉不挺直的话你这个不行的，没做好那这中脉的气都不顺，那其他的气都堵塞，这个打坐是不可能入定的。做得好的人听法，听得好的人打坐一边听法一边都可以入定，在定中听法，那听的效果最好了。这个记忆力好的人一般都有这个习气。第二是将双手置于禅定的姿势，双手置于禅定的姿势就是接定印也可以，当然也有其他的姿势了。
第三两肘稍微往外突出，那个也是有它的秘意的。这个腋窝里面有气脉，它要流通，如果你压迫它的话就是不通，也会影响你禅定，你容易昏沉。这样的话土气和水气就能够自然往下降，火气呢自然往上升。为了使火气进入中脉，行者呢下膈呢稍微往内收或者往下弯。这个很明显的，我自己有非常明显的感觉，就是把头一低下去那个感觉马上就不一样了。你们打坐可以试一下，不能仰起头来念咒，哦，这样不行的，这个气下不去的，这样的话你马上就会上火的。头要低下去，它那个火气就会流下去，它会往下走。那这都很重要的，不能小看它，你们就是很容易小看这些东西。居士有些时候修法也有这个问题，其实真正的出家人呢，他非常注重这些细节的哈，成就大事都是在细节上成功的。你看那个法人说这个打桌球一样的哈，那个姿势是非常重要的，你那个姿势差一点你就打不好的，你都是野路子，不标准。修行也是一样的，很多人修的都是野路子，不标准。我们这个是标准的哈，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传承，干什么都有个标准的。有些人就是野路子哈，那个不行，干不长久的。虽然你可以达到一定的境界，但是你上不去的，你到一定的境界你就上不去了，你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上不去了。禅定也是这样的，你不按这个知识来，你就绝对不可能达到实禅。你可能达到初禅可以的，一定是完全符合他的标准，你才可以达到四禅，然后四空天。为了将风气引入中脉，行者应该保持眼睛呢稳定不动。风气和身体的活动有关联，眼睛和心的动态有极密切的关系。眼睛的转动会使心随着转动，所以行者要使眼睛保持稳定不动，将视线集中在鼻尖上的虚空中，这会使心静止，并使风气进入中脉。同时呢，双唇呢自然的放松，舌尖呢安放在上额。为了使下行清除气稳定，行者呢要最好是双盘或者莲花坐。你要是把脚呢散着的话，这个下行气它就不稳定。双盘是最好了，或者是单盘插盘也可以，但是要坐稳。坐姿的前五个要点和五气有关系，但是风气呢有两个要点，眼睛及唇和舌的安置。水气呢也有两个要点，手接印还有手肘微微的外展。所以禅修的坐姿总共有七个要点。许多教法说，在开始禅修之前，行者应该先清除旧习三次。因为旧习的是杂念之气、妄想之气，因为一般和正常的呼吸会使身体累积不清净或不好的气，特别是有烦恼的人，凡夫什么时候都有烦恼的，那个烦恼的气就马上你身体就觉得不舒服。随着你修行的深入，你会感受得到的，我们身体都可以感受到，非常明显，就是你动一个非常小的这个贪念，身体马上就有感觉的，我都能感觉到那个血都是有点热，马上就能觉受得到，你们都觉察不到，那你慢慢的修行，慢慢的就会有感觉。就像那个深入禅定的人，他可以看到行苦，行苦就是点点非常小的毛放在眼睛里一样，凡夫就像放在手上，你没感觉。但你把那个非常非常小的毛放在眼睛里，哎，有感觉，心变得越来越细，你就会有感觉得到那个行苦。为了排除这些无意的旧气呢，行者必须以大于平常的力量，并非极大的力量呼气。在这样做的同时呢，行者要观想所有的烦恼和业障都随着气息都被呼出，然后以非常放松的方式吸气。这样做三到九次，第一次以稍微大于平常的力量，第二次以再大一些的力量，第三次以再更大的一些力量。在这之后，行者恢复正常的呼吸，非常放松，并观想自己已经将所有的不善排除。
主要是心了哈，你的心不起恶念。当然最好是我们要保持持无量心、悲无量心，特别是持无量心，因为持无量心居住以后，后面的就好办了。舍无量心和持无量心，这两个是最重要的。那有了这个心呢，你禅修就很容易的。我们这个凡夫呢，为什么入不了定啊？你的心不平等啊，然后没有慈心呢，当然你妄想多了，是吧？一点点事情就执着了。所以说，为什么要修持无量心？有了持无量心呢，你的心就很容易入定的，往那一坐，几秒钟就可以入定了。禅定功夫好的人呢，任何时候都可以入定，就是一边讲法都可以入定，讲法甚至做事都在定中。当然，这个定有深浅。慢慢的修，你就会发觉，哇，任何时候都在定中的。禅修，双手要安放于禅定的知识，去接定印。禅定的意义就是安放于平等的知识中。所以，如果一只手是放在膝盖上，另外一只手也应该放在高度相同的另一个膝盖上。这两种方法并没有差别，采用你觉得舒适的任何一种做法。在金刚乘的大手印的传承中，通常教授的是刚才所讨论的平等在哪起制作，但是蒋贡康楚采用的莲花戒在禅定休息次第中所叙述的八制作。在开始时，你应该先舒适的坐下，然后遵照这八个要点调好坐姿。首先，三脚呢应该双盘半夹趺坐或者莲花坐，放松，不需要勉强自己，膝盖能放平啊，重点是坐得舒适比坐在痛苦中要来得好。打坐的时候呢，单盘的人呢或者双盘的人呢，你不要永远用一个姿势，你需要换姿势，就是双盘也要换一换姿势，因为双盘有时是左脚在外，有时右脚在外，有些时候也要换换腿，对这个身体的气脉也是有影响力的，不能老用一个姿势，我们现在人也不可能了。长期修禅定的人更是要换姿势的。第二个是双眼必须半闭，既不前张并直视前方，也不前闭，双眼应该毫不费力半闭。第三，上半身必须是挺直的，由于身心互相关联，气脉是会直的，精微的能量将能顺畅地流动其中。第四是双肩应该要齐平，身体还是要挺直，不应该倾斜，眼睛要往下朝鼻子的方向看。第六，双唇和牙齿之间呢也有微斜的空间，不能太紧，舌头应该顶上颚，唾液会在口中累积，吞这个口液会使你分心。最后，呼吸应该自然不费力，你不应该试图压抑气息或者用力做深呼吸。就是刚开始的时候，呼吸可以这样子做一些深呼吸，特别是你们的气短的人呢、因为烦恼出众，气都越来越短，心量小的人气都越短，反正女人的心气就很短，说明你下半身气脉都是不通的，这种人下半身都是凉的，通过这样打坐的气脉打通。我为什么叫你们修着火定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叫你把气往下引，主要是气都要从那里过，如果你观想那个地方加热，经过加热以后进入中脉，把它烧起来，进入这个中脉的气就变热了，这是一种方便修法。你们现在的身体都不好，这个对身体特别好，那个就是像炉子一样炼精化气，把你们的精化成气，精化成气以后精气神就充足，气足神闲，那个心神头就来了。你们那个身体不好的人呢、吃东西吃下去大部分都不消化的，80-90%都排泄掉了，浪费。身体好的人呢，他就是不一定要吃很多，其实吃多了不好，我们尽量的要少吃，不要贪吃。